这盘棋呢，红方一炮一马，一车在家里，随时可以平到六路来叫将。首先跳马一将，红方的帅控制住中路，这时候黑方不能上将，上将的话这边一将，若是的话，这边一将，电炮吃炮一将形成杀棋。和跳马一将的时候只有落士，落士的话在车八平六一将，只有进将，然后再跳马一将，只有电炮，士落不动，中路有帅。这个时候退马一将，这个时候不能跳到这个位置压住这个炮，如果一将的话，它可以。打士，你再一将的话，来个反将。如果没有这个车的话，你这个时候可以跳马跳到这个位置，将死，将死黑方。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马二退四，应该马二退三一将。这个时候如果别马腿的话，这边车一将，送车一将，把将。引到六路来，好为马后炮做杀棋。这时候士落不动，就崴掉这边马后炮的杀棋。